Hello，我们要来拍现在山外的视频。OK， 你们看到原城啊，还有拍哦。今天是2022年12月16日，今天下雨天，温度应该13度吧，比较不会冷了。然后目前山外这样子，你看，好，这里是复兴路 ，OK， 原城啊，你看拉近一点哈。以前超级热闹，还在开啦，你看。其他就冷冷清清啦 ，OK。拍一下现在的视频给大家看。OK， 行行行行行，江南，行行行行行。我用广角哈，用广角诶。哎，没用诶，有0.5了。房价哈，0.5诶，几条路哈，这就老烈，就老烈嘞，有看到不？蓝世界有龙龙阿哥离开哈，但龙龙有今卖是因查某囝的一种，蓝世界还是那个老板，啊，现在车子很多而已啊，就是他这10万大军的年代已经无一个了哈。走，就拍视频好啊。好啊。我就大家要左右看看，啊，那边是电管铺啊，他在我们个用电管铺拆掉了，拆去啊，啊，爆料，电管铺拆去啊，这满天星还够开啦，哦，满天星的，还够你开，啊，以前吼，他在要做什么衫裤，迄间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是会走到那个哪边呢、啊？那个金龙摄影 ，OK。今麦你过来咯，其实要看阿兵哥是几乎无啥可能啦。好，有看到不？然后，好，有看到不？较早迄只咧做啥的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电管铺拆去啊，变歪路拆去啊，行。拍视频。不，他在点罐铺。就好，你卖军用百货还是金屋啦？哦，我来看卖。还是有，可是吼，你过来都看不了苹果嘛。现在还有个数位迷彩，看不？哦，时代变了，数位迷彩，也不是我的那个年代了哈。哦哦，这活动还够有啦，到12月15啊，没截止了啦。老兵活动没截止啊。十和，这间够有对个哈，这间高扎点，狗尼卡。OK， 还够这间还够开啊哈，这间。原酱哎，有原酱就干够有啦。哦，这间我们我会常常去引进啊，常常引进的啊。啊，然后这间是号召狮子林嘛，哦，号召这间生意偌好，偌好。闽南人孝顺看电影，看到不？狮子林啊，啊，这间是嘿县长伊那兄开的，对吧？号召这老烈的。啊，这个前两间又是瑞泰跟海丰。瑞泰跟海丰，有看到不？有看到阿兵哥不？我看奥多拜吼，恁徛来搁徛去，徛来搁徛去。他在成功文具店，即卖嘛关起啊？啊，无啦，他在成功文具店嘛哩卖迄种啊，钓一间。他早。是哦，啊，有一个铁门给拉下来啊。对啊，振华皮鞋店阿哥你开的啦，今仔你休困。哦，啊，迄间阿哥你开的啦，迄间历史悠久。澳江吼，即间真正是历史悠久。我细汉，
从小到大，伊迄吼真正有够久的啦，蟹拢还佫对的。OK， 啊，这就是这条是较早的西本，今物领进去啊。蟹拢，即卖现况是安尼，看到无？无看到阿苹果。无看到阿苹果 ，OK， 好了，记录到这边了。好了，要继续接着拍了哈、哦。我等一下一段一段把这边都记录下来，现况啊。哦，老兵活动其实也无看到老兵啦。哦，所以讲，这活动你讲办啊真成功吗？我感觉也不怎么样，因为就真侪物件计用拆了了啊。你叫老兵不来看啥啦？情何以堪呐、啊？哦，倒不如看我频道，我还要拍一些老兵的以前的那个遗迹，真是的，根本就不用回来金门。啊，这吼、哦，这较早是，我当作是不拢夜骑啊，结果唔是。啊，较早读国中的时阵啊，差不多1995年的时阵弄这個，当作要做夜骑啊，哇，金门当时变闹热，结果是弄这种好听好多摆，开的钱无必要开的钱。啊，这干屈臣氏啊，算真好懂，开足久个啊，哦，然后已经够一段时间吼、哦，上光吼、哦，二十四点钟诶，嘿，嘛做无偌久，哦，做无偌久啦，其实佫动无久。OK， 广角，我站，前面，有看无？过来咯，看冷冷清清哇！这个即卖现况啦，你看你即卖，这较早上闹热，你看县政府你即卖要对这火炉开，要怎有材料？是不是？好，要怎有材料？生意也好，就是阿亮尔啦，我骗你啦，吓、啊，搞不好还是，八嘞，有无？就是安尼啊。是不是生意好是阿亮尔，无钓一间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就是中正路啦，哇，中正路，哇，我叫萧条哦，就是安尼啊。OK， 我要陪阿亮。